不知道电源有没有损？嗯，你一定没问题的。哦，你跑了这么远，应该……你可以把食材放进烹饪锅里，加工成美味的菜肴。 夏佐他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不该任性，还是哥哥生气。你们两个，灯雨停了，一起去找夏佐道个歉吧。 哥哥，我想要的是，我想要成为像哥哥那样的人。什么声音？当心！你发生了什么事？
多久？起来了，战斗吗？没问题。帕尔，避难所的预警系统失灵。数量越来越多了。
夏佐，莎莉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并不乐观，我不知道她的丧情。莎莉她不会，我会尽力的，交给我吧，夏佐。谢谢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快去飞行滑道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架武装飞翼。
夏佐，莎莉还好吗？只是暂时脱离了危险。有治疗的办法吗？避难所里只有最基础的医疗设备。森林打算联系他，我也正准备去找，就请你先照看一下莎莉吧。我听到了鬼，我的，抱歉，算了，什么都好，能填饱肚子。莎莉，你没事吧？该怎么办？
胜利，胜利，夏佐，是我没照顾好莎莉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们已经给莎莉做了。赛琳的朋友已经到星岛的北部海岸，有还有这次抱歉，那个人的身份我不便明说。希望他们真的能帮到莎莉吧。
家冷静。我会找到解决办法。莎莉不是怪物，我会治好她。莎莉安息吧，她还没有死。我以为你能明白，接受现实吧，她已经……不要轻易下结论 ，Friends 先生。这位少女将被赐予新的生命。你们想把她变成什么？克隆体？机器人？还是像你这样的东西？生命若只拘泥于形式，未免太过浅薄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夏总，希望你想清楚自己选择的是什么。我要带他回家。夏佐在一起的是一个旧识，他刚才说，据我所知，异化反应也……那是莎莉，你好像有，是夏佐让你……
拦住他。是艾达之子。艾达，我发现了一些下。血肉里，你们都已经忘了这世界曾经的样子，你们都已经忘了这里曾是人间。可是凡人不过是欲望的傀儡，他们筑起幻塔，向星辰索求原能，何其宏伟，何其荒谬！生者踟蹰于阴影，任瘟疫于异变横行，而种下因果的愚者，却高举海家德上，妄图重建新的秩序。那不过是一张罗网，而众生即是凡影。迷途的羔羊们，你们可曾虔诚的忏悔？你们呼唤的救主何时才会降临？奋力叩关吧，那片沃土要由你们亲手筑成。艾达之子啊，无需为逝者悲悼，天国的大门从未紧闭，每一次牺牲我都将亲眼见证，他们将带来新的秩序，这世界将浴火重生。米娅能感觉到，莎莉和夏子。